子日。我们准备了一系列小孩子会玩的东西来开箱给大家看。对，因为好多。好，谢谢你，不是主持人。因为好多爸爸妈妈都私讯我们说，到底平常我们陪孩子玩些什么东西？我们家大概有50几种桌游，小彻其实蛮爱玩桌游类的东西。其实玩一玩，他就大概知道逻辑在哪，然后玩了他就腻了。所以我们就要一直都陪他发掘新东西。哎，我觉得小朋友玩这种很好，就可以促进他们一些大脑的。Mini 应该多玩。我们来玩挤眉弄眼，跟老师练一次。挤眉弄眼，很好。来，挤眉弄眼怎么用？来表现一下。我昨天刚打，我这样挤这里好痛。这个你之前就买过，只是我们把它弄丢。等一下可以。有没有像我在跟三个小孩？真的很失控哎！这个可以分4个人玩，它就是有很多眼睛、嘴巴都是不同的。然后我们翻牌，然后我们翻到这个，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组成这样。开始那个啊，会不会最后是你们两个在玩？哥哥快点啊 ！Excuse me， 你们要跟小孩有互动。我抢了。哎呀，王者，我信的。我看，我检查。好，你们两个同时。你看鼻酸那个，那个鼻酸。这个可以训练他的那个眼睛啊，反应力。你很需要。一二三。Mini 的脸真的像被夹爆哎。答错了哦，第一名都有1分，所以你们现在各1分。一二三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可是这样哎，我答对了。哦，他这样就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这比较简单。你还好，请鼓励小孩，不是这样笑。他说他要当裁判了，他就觉得他玩不赢我们，他现在要帮我们抽牌。裁判。谢谢。哎，他不用帮我加油。为什么没有嘴巴？我也觉得为什么没有啊？这个很难。这个比我们之前买的难。跟四个不一样哎。他有的是旁边这样子长的，有的是横的。这个好好玩哦。预备，开始。这个看起来很简单。好了。我连眼睛都还在眨哎，为什么？先退出这个游戏。你说好退出游戏，好棒，拍手。再下一题，哪一个？好，开始。我没有答对。结果我们大人玩的比小孩开心。那这个挤眉弄眼其实蛮好玩的，而且它可以有4个人玩，这一盒好像200-300块而已。对。对啊，然后可以训练孩子的反应能力，他们还可以去变化，因为它不只是就是左右上下。它都是有变化的哎，答对的人就1张卡，累计可能10张就赢了，就是它很多不同的玩法。或者答错的人就喝一杯。大人的玩法不止小孩，大人其实玩一玩也是会蛮激动的。对，推荐大家可以去买挤眉弄眼，过年无聊的时候也可以玩。我们这次准备一些是我们近期推的，然后玩给大家看。但其实我们还有超多东西要推，如果你们真的有喜欢这系列，都可以再敲碗，我们会再介绍更多小朋友的桌游游戏给大家玩。我觉得我们真的有超多桌游可以介绍给大家哎。这个在旁边摆 pose 什么意思？好，我现在要介绍这个，我找超久的，它是妙妙版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。喵喵喵，我想叫叫叫。小彻老师推荐我的，然后网络我都找不到，我就去隔壁的有一间那是益智馆，老板说最后一套绝版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讲真的，不信哎，因为它是日本的，所以真的好难找，终于买到了。我不相信网友给我留言钱，如果找到第二组这个的话，我们就 mini 把这组吃掉。如果我们这一版玩给大家看啊，大家喜欢，他们也买不到哎。对，什么意思？是讨骂吗？可能就是找看看啊。因为它这个就是促进逻辑思考，它其实有分很多册，我们可以从第一册开始。有这种巧拼七巧板，然后它旁边有图案，然后你就是要想尽办法跟它用一模一样的。我就把它放上去吗？对，这就最简单的。太简单了。来，你试试看，像这样。然后这个就是正方形。哇，你会耶！太简单了吧？那你再一个，再一个。那我赢过了，那很简单。我抢了。
哦，鼻酸呢、哦？鼻酸呢、哦？哎，还好吗？这个是第几册的？第一册，好，来，我看看。啊，第一册，你那么简单，不用玩吧？哥哥，你现在玩第几册啊？三。第三册，妹妹在玩第一册，是不是？嗯。我们就是分阶段。妹妹，你会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吗？难不倒我哎。哎呦，都难不倒他啦。嗯，可对啊，你两个哈。哇，妹妹拼好了。哇，妹妹拍手。妹妹刚拼好了，这样。啊，妈妈拼好会这样吗？我会做它。哦，拼好了。正方形。正方形。你拼好了。哥哥第四次。很厉害。你儿子怎样？拼好了。拼好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全家都一样，全家一模一样样。哇，你们第五次好厉害。这个成功了吗？这个成功了。那怎样啊？动作啊。来。其实超难的，连大人都觉得挺难的。因为你就是要一直动脑去想把它拼出来，然后它有很多答案。哎，这个看起来好难哦。喵喵。这个妙妙版买对了，因为它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它其实难度有一定的程度。有哎，我刚才那个也是拼蛮久的。因为小孩玩这个很好，可以让他有逻辑的能力，还有可以训练大人的耐心陪小孩玩。哎，我真的买对了，而且老板最后一套还帮我打折，所以我买了只要400多。你不用讲了，大家买不到。小帅还在玩，好玩哦。他拼成功了，哇哇失败，厉害！哎，真的哎，成功了，刚好成功。总之也是非常的推，你们真的再去找找看，不确定到底买不买得到。会不会或者说不定它有新的改版，就是不同的东西，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。下一个要介绍的是画画时间，哥哥你在画什么？太阳。什么意思啦？太阳。妹妹你在画什么？画的。哎呦。我们除了有一些桌游给他们玩，我们还是会让他做一些画画这种。那就不用去外面买，自己印其实蛮方便的。那我们是用什么印的嘞？我们的 brother。你们不觉得很美吗？很美很美，就是小小台的桌上型的。有时候就一台，然后丑丑的。那台它是多功能，示范复印的功能给你们看。这个我也是直接从他们网上印下来的，印这张图案就这样涵盖着按复印的功能。哇。5秒钟，超快的，走去便利商店就要10分钟了。有了一台复印机，这些东西印给他们，可以度过一整个下午哎。而且我觉得不止小孩需要，我们也很需要，因为我们需要印一些资料啊。假如我们之后要出国，先安排行程，直接印出来再出国。尤其我们家有一个安排小秘书，对，他超级会排行程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他印行程。我找好我要去日本的地方，然后我就把它印。哇塞，你真的很棒哎，你一手包办哎，你要不要开旅行社？直接用手机就可以印的，我就按列印，然后照片，按列印。他就开始跑了，然后他就会直接从这里，听到了吗？他在动了，哇，出来了，哎，也太方便了吧！对，很方便。我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其实手机我们还要查其他东西，没有办法就是跟着一起看，或者是跟老人出门的时候，是可以真的像旅行社给他们一些行程表看。这就是 Brother 它里面的素材中心，里面很多东西，虽然它这边还有阅历啊、填色，你看像这个。A B C 加减乘除法就可以让小孩练习的。他还有自己的网页，对，可以点进去看到那么多东西印出来给小孩。像小车要生日了，你就可以印一些这种生日帽子。你是说直接做一个生日帽子吗？哎，快点快点做给他看！哇，生日帽出来了！对，这里就拿剪刀剪一剪，剪一捻就可以用嘞。刚刚剪，结果发现这不是帽子，这是生日 party 的时候。上面的装饰啦，大家复制，大家应该也见怪不怪名字这样。像我们很常需要印合约，因为厂商跟我们就是签约会有合约，我也是用手机直接操控它就印下来。那个地方它就是墨水，一罐墨水就是跟着它的颜色，然后就把它倒进去。不可能还有自己的阅历吧？噔噔噔噔。有人想要领到你们的阅历吗？有吧，有吧，我们把这张送给大家。如果这个成功印出来，就看有没有人要。我不要。什么意思啦？好，先领给。
好，换你。哎，谁要谁要？拜托留言跟我讲，我寄给他。没有人要，我们要贴在姐姐的房间。我给画叉，画叉。你如果需要一个年历表的话，上面有范本，上面的那个照片要自己画。啊，要避写的啊，要干嘛的都可以索取哈。哇，请问是着好色了吗？会不会太缤纷了？需要多印一张送给妹妹吗？妹妹，你要哥哥画的吗？好。你们两个好恶心哦。哥哥，我教你印，很简单，你把它放上去。好，戴起来，戴好，然后按彩色绿色的，好，有了有了，哇，有声音了。你看，连小朋友也可以简单的操作，因为它的按钮就这几个而已。哎，真的很简单，会不会明天开始那边整天在着色？开始乱印，它其实一张的列印成本就是0.05元，其实蛮便宜的。好可爱，哎，快送给妹妹颁奖。妹妹哥哥送你要说什么？谢谢谁？谢谢哥哥。这个很棒，尤其是我们工作的地方超需要。像我刚刚很常印歌谱，他也可以在这边印就好了。对，哎，这样一整个方便，就不管老人小孩，我们全部都是使用得到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列印机对我们现在超需要。我觉得因为它省时间又方便，夸得很赞。最后一个上菜，这个很好玩。King Sure。什么 King？ 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他不是 King， L O O K， 他 O 是两个眼睛。我没看到 L O O 啦。King 是 King 呢？哦。我现在去买哦。好，来先把它煮好哈，这个好玩哦。啊，说明书。Star for the younger player first turn. Thank you。好难哦，中文呢？不用，我们这个自己看就会了 ，OK。老特，你要跟我们讲解啊？首先找到那个就赢了。好，有四个人可以玩，然后每先一张牌，然后看谁先找到这三个吧。他放上棋子，然后就获胜了。哎，他在时间内找到了，他有个漏斗。哦，所以那是沙漏吧？沙漏。漏斗是在那个倒过去的那个东西吗？这里有一个三角锥可以用。哦，这个长得好像象棋哦。哇，扑克牌。哦，扑克牌。好，反正我们就直接玩玩看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玩。哎，我就问我们，你不是玩过？没有玩的，好像不是这个哎。经过我们三个一起看说明书的过程中，我们决定制定游戏。总之，一个人就是有三个棋子，我们就翻牌，它就会有三个图案嘛。先找到，例如找到这个，就快点盖上去，然后就快点再找下一个。这一轮结束后，得到最多的就可以得到奖励牌。开始。哎，我不可以，人家盖了就不可以抢。那你盖了就可以抢，对不对？那最后再关。你让我，你让我。这个哪有？有啊。哦，有哎，哎，结束了。好，所以你得到两个，我得到一个。好。什么飞机？已经打到飞机了啦！不是，哎什么？哎，我还我没有，哎结束了。对，结束了。哎，不行，赖皮。我先。你问哥哥。好，爸妈先的，来，爸妈两分，然后哥哥一分。我也两。没关系啊。爸妈没分呢。妈妈没分呢，你赢哎。我现在加入，因为我觉得我刚才没有办法认真。好。来，等一下。十。No。八进。八进。哎，太快了吧！哎，车子，车子！啊！我先的，我三分。不好意思，我得到了三个奖牌。好，不可以愿赌服输，重新。哎，我车上我一个东西。好，换我了。你请加油好吗？你好，我们先让你五十五秒。好。然后你开始。先看啊。一。哎，那你是不是找到了？10分钟，请问平复一点了吗？我请加油好吗？不要什么都用哭的。来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们这个游戏在哭闹下结束了哦。
但这个游戏是好玩的。小朋友一起玩一定会吵架，会吵架，但是是过程啊，至少他们也是有参与在这个游戏之中，蛮好玩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蛮好玩的哎。而且就是眼睛超快，赶快扫。好，翻出来。哎，我还没看。就是叫个海马。耶，两分，来给我两个。好一个，谢谢。怎么样是蝴蝶？谢谢，一人一分。大人玩好好玩哦，怎么都不会哭哎。耶，拍手！恐怖的亲子互动日，我们开箱蛮多，都是真的蛮推荐给大家的。跟大家复习一下，我们今天推荐的有挤眉弄眼，然后第二个是妙妙版。喵喵拼，喵喵喵。再来就是我们的 Brother 复印机印出来的这些东西。赞赞。Looking colder. Looking chat. 这四款真的是我们的小小小小的一部分。我们给它开一个，把它用成一个就是资料夹，然后就是我们的频道，然后全部都开箱这些。开始是说分类。我都要气死了。我们可以分。然后全部都是桌游小孩玩乐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可不可以做一个特辑，就是桌游分类的？对，开箱。哎，你很适合当他的翻译官。我真的辛苦了。今天有开心吗？开心。下次还要不要跟小孩、跟爸爸妈妈一起玩？考虑一下。偶尔有一下跟小孩互动的活动都还不错。如果喜欢我们桌游系列的，可以留言，然后我们再拍更多我们喜欢的桌游，然后给你们看。而且我们有超多我们没有看过别人开箱的桌游，大家敲我们就来开箱给大家看 ，OK？ 大家说拜拜啦！拜拜！好恐怖，好恐怖啊！是谁？女人上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突然发现还有一个更好玩的游戏、欸，这个好好玩，给我来吃主。你爸来。哎、欸，我们下次要拍这个给大家看，这个流体熊。是玩人的，然后姐姐，姐姐快疯了，来这里玩这个流体熊，但是很可爱耶，每个人都不一样哎。好，我们下次就拍一集，看要在哪里拍哈。在工作室，前阵你后退，你要后退，你快后退，对，灭口黑啊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